开水下锅啊，来一点香料、香料、八角给您，放一粒八角，花椒也是一点点，这个鸡啊是吃它的清香味，香叶、藕香、姜片、葱条、一点，再一点盐，来加点盐，哎呀，盐，大火转小火，30分钟，30分钟，啊，好了，开始，我盖盖。切白菜，切白菜，咱那白菜也焖了10来分钟，把它片成核桃片，那个横截面更大，调味的不是味，对吧？切香菜，这是蒜段，嗯，没好了，地方，嗯，你看，呵，这段咱眼泪都下来，那感觉，我还吐了，对，黄鸡，彻底底的在这狱中迷犯，都跟苗疆一样是吧？这凉透，凉透，一会儿来点好白鸡丝，哦，顺着它那个鸡丝儿，鸡丝，等于给它拆成那种长的，就撕成那么大小就可以，都准备好了，拌芥末鸡，来。